身心障碍人士伫咧社会上比较比较弱势，为着要互因学习专业的技术来甲社会竞争，由南投县救国团所举办的身障人士手工烘焙点心的职业训练班，学习基本做鸡卵糕甲小点心的技巧，也结合着行销的课程，未来互参与的学员会当有信心伫咧结婚了后，家己拍拼创业。外面上看起来真好吃的鸡卵糕，这是身心障碍人士所独做出来。好吃的程度是无输乎专业的人士。由南投县救国团举办身心障碍人士做点心职业训练班，来帮助因学习专长来创造竞争力。请到我们非常优秀的老师来教育他们这个烘焙的相关技能，希望培养他们的第二专长，让这些弱势的残障朋友们有另外一个专长能够。自给自足，自力更生，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，能够有一条更宽广的道路，来为自己创造更美好的未来。课程中学习基本做鸡卵糕以及小点心的技巧以外，未来也会结合行销的课程，后来参与的学员拢真有信心的讲，结束训练了后一定要努力来创业。我们是身障者吼，来这里上课学习一个很好的技能啦。关救国团会都非常的照顾我们这些弱势族群啊，大家相处都会啊，老师也非常的，认真的教习，使我们哈、有一技之长，然后结业以后能到外面找一个竞争的工作。老师嘛讲，学做鸡卵糕也是其他的小点心，只要因有心，拢学习个真好。卖甲因比较受欢迎的食品，互因伫社会有生存的能力。技巧方面哈，在揉面团啦，还有那个手感，要熟能生巧啦。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班呢是比较特殊，所以他们的时间会比较长。我们会把那个行销的话，会请救国团帮我们，然后就让他们可以在市面上或是在自己家里可以自己来做，然后来做行销这样子。身心障碍人士伫社会是比较较弱势的团体，嘛希望透过课程，互因学习到专业的技术，来确实帮助因伫社会生存，让因生活会使过了愈来愈快乐。记者李英选采访报道。